嗨，大家好，我是小伟。本期呢，我们重点讲一个训练狗狗衔了东西之后乱跑的这个，针对这个的一个小技巧首先我们准备两个球，或者是飞盘都行哈，然后丢出去一个，狗去追去咬，然后它咬到以后，我们用手里边剩的这个吸引它的注意力，喊它的名字，或者手里边抛抛球把它吸引回来。注意力吸引回来之后，它看你手里边有一个，一般。情况下狗都会跑过来找你的，这种情况下到我们跟前了，我们就把另外一个抛出去，也可以说让它吐了，下个口令让它把嘴里把那个吐了，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再抛出去让它去追，如此这样的反复玩飞盘的那个开始的时候狗狗学飞盘的这个一开始也是这样训的也是要先让狗学会衔了飞盘回来，也是这么训的后来呢就开始在空中抛了，一开始也可以在地下滚着让它追的。那么下边呢就看一下我跟我家里边的狗在玩这些捡球游戏的时候一些视频吧。Nobody ever knows, nobody ever sees. I left my soul back then. Oh, I'm too weak. Most nights I pray for you to come home. Praying to the Lord, praying for my soul. Now please don't go. Most nights I hardly sleep when I'm alone. Now please don't go. Oh no, I think of you whenever I'm alone. Please don't go. Cause I don't ever wanna know, don't ever wanna see things change. Cause when I'm living on my own, I wanna take it back and start again. Most nights I pray for you to come home. I'm praying to the Lord, praying for my soul. Now please don't go. Most nights I hardly sleep when I'm alone. Now please don't go. Oh no, I think of you whenever I'm alone. So please don't go. I sent so many messages, you don't reply. Gotta figure out what am I missing, babe. Sing now,看完了上面视频呢，你是不是能感觉到
这两个球的一个必要性呢？啊，原本这两只狗啊，其实都是一开始都是闲了球，根本就不回来的，啊，都是通过这样一个小技巧来改变它们的啊。慢慢的，它们习惯了以后，我们可以用一个球或者一个飞盘就可以了啊。不过不要去除的太早啊。一开始的话是扔出去，狗捡了，手里边这个吸引它回来。后来的话呢，是扔出去，狗到你身边之后，让它嘴里边那个吐了。然后再把这个抛出去给他，然后到后来呢，逐渐的改变到，衔了球之后，吸引他回来之后，我们把嘴里边那个吐了，捡起来之后，还是扔那个他吐给我们那个，然后手里边这个就不扔了，慢慢的逐渐就改变了，到最后呢，我们就完全一个球就没问题了，啊，这样大家明白了吗？训练飞盘也是这样的训练方法啊，只不过后来是慢慢的抛在空中了。一开始也是在地下滚的，都可以这样训练的，回去试一下吧。如果你觉得也有用，就给小伟一个关注，好啊，再见。